给，做你的。哎，夏总，他谁呀？还行吧，5000多块钱。不是夏总，我问你，他谁呀？你净跟别人男人在一起是吧？行。不是，亲爱的，你回来。你别管他，这么点事就生气，我一点配不上你。不是你什么意思你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我。你别说话，我说你配不上他，怎么了？小子，你知道我俩什么关系是吧？这算什么？我也行，我以后每天给你端茶倒水。我每天给他洗衣做饭，我还给他暖被窝，你行吗？我从下个月开始再也不跟你要零花钱了。哎呦，还要零花钱呢？夏总，我以后每个月的工资我都上交给你，我的车子、我的房子，还有我的人，都是你的。你认真的吗？认真的。哇，姐，你真有福气，姐不好。姐，这你弟啊？我弟啊。啊？